今天我们要做这个豆了啊，做豆腐了。今天豆腐这个，下面我来洗，磨了一点。嗯，也还有一些没磨啊，这些已经磨好的了，我们继续磨。这个的话就是豆渣啊，这个豆渣的话也很好吃的啊，这个。这里还有一盆啊，全部倒进去。哇。老爸再称一下那个石膏粉啊，这是放在豆腐里面的，还差了一点点。这个就是石膏粉了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的石膏粉啊？白白已经长了啊，这个豆浆倒进那个锅里面去，重新打。哇，倒进去，我们打点豆浆进去啊，这个放点豆浆，里面已经放了白糖了，豆浆啊，这个就是。你现在怎喝这个糖呢？这个刚摘好的豆浆啊，特别浓，这个豆浆，老爸好不好喝？哦，喝惯。哇，这个豆浆。